你这个账不对啊！哪儿不对啊？你这个上面记录的兵器购置一共是300两，可是实际上记录在册的兵器却只有30件。你就是胶囊帮的帮主？正是。宁大人不在县衙办案，跑这儿来干嘛？我来这儿自然是有话要问你。听说官府有笔钱在你这儿。 不错，我们蛟龙帮每年帮海方剿匪，官府支付我们剿匪钱。官府向蛟龙帮支付剿匪钱。好，很好。那为什么官府的支出账目上没有这一项？这钱在码头就给我们蛟龙帮了，根本就没走官府的账。既然没入官府的账，那蛟龙帮这儿总有账吧？ 我今天就是来查账的。你一个县令，懂账本吗？怎么说话的你？就算我夫君不懂，我也懂。这位是我的二品诰命夫人，平日里对算账、减数十分的熟悉，帮主在言语上可别怠慢。 二品，好，看吧。你这个账不对啊！ 哪儿不对啊？你这个上面记录的兵器购置一共是300两，可是实际上记录在册的兵器却只有30件。然后你这个粮草购置一共是花了520两，但是以现在市面上大米和草料的价格，你这200斤的大米和300斤的草料可远远花不了520两银子。哦，对了，沈帮主，这从你的账目上来看呢？ 官府一共给了你5811两银子，实际上你却只花了800两，那这里外里就是差了5000两啊！你算的不对，账目白纸黑字就摆在这儿，哪儿不对了？ 海方这么多年来的规矩，您宁玉轩来是要打破他吗？我不管海方之前是什么规矩，但既然本侯在这儿，一切得按朝廷规矩来。我不管是谁胡作非为，绝对不可能得逞。宁玉轩。 怎么了？我听说码头多收的税银都给老百姓退回去了。退回去了？哎，你说幸亏咱们发现的及时啊，不然老百姓还指不定吃多少亏呢。哦，对了，你之前交代我的事，我都给你查清楚了。所有海方商贾啊、名流啊，还有官员啊，他们的家庭情况都在这上面。哎，你看这个宁夫人是不是有点像纪小姐啊？是吗？ 啊，是有点像，是吧？好像还真是。哎，看看呀。哦。哎，怎么样？我厉害吧？你看。这打算换多少柱子？哎呦，这可难算了。 本来给老百姓办事情是不需要报酬的，不过给你嘛，先欠着吧。这事倒是提醒我了，我也该忙活忙活自己的事了。
侯爷，我刚刚发现李明独自前往码头，对船工打了几个暗语，意思好像是明日水雁居集合。水雁居，看来是县衙收回了码头的管理权，这个沈连城是坐不住了呀。你去水雁居盯着，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。是。等等，之前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派出了两路人马，一路寻找大夫人的下落，另一路打探季小姐的身世，但是目前没有任何回音。继续去查。是，侯爷。季小姐会是你的真实身份吗？水雁居，就是这儿。